身为一个全职实况主，一整天下来，我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坐到电脑前面。长期的久坐，椅子的遴选就会是我特别着重的配备。要如何挑选一款座椅呢？答案是你必须亲自坐看看，因为每个人的身形不同，加上使用习惯的差异，只有亲自体验才能找到最适合的款式。然后我本身因为有颈部跟背部的酸痛问题，所以人体工学椅就会是我的首要考量。MIT 台湾制造 iRock T07 Neo 人体工学椅，一万出的价格换来超高的 CP 值享受。椅背是高弹力的台湾网布，后仰自载重设计， 5D 曲面可调式扶手，还有大尺寸高密度泡棉坐垫等等。那么接下来我会亲自组装并展示 T07 Neo 的所有功能。T07 Neo 头枕，它有二节多段式调整功能，符合各类头型。全方位可调式扶手，适应性极佳。它以 5D 曲面设计的手枕，可以稳固手臂，不会歪斜。再来就是加大加宽的泡棉座椅。再大的屁屁都塞得下，柔软的质地就像躺在沙发上一样的舒服。贴心的衣架设计，各类衣物都能挂，不过我都用来挂外送就是啦。椅背用的是高弹力的台湾网布，服贴柔韧不刮毛，隆起的腰部支撑与身体紧密贴合，它可以帮助释放背部的压力。它的后仰操作感相当便利，可以切换无段后仰跟后仰固定，最大可以后仰到25度，椅脚则是高强度五爪金属材质，搭载静音轮。这是什么质感？iRock T07 Neo 人体工学椅之后，我的日常生活就跟它融合在一起。无论到哪，我都靠 T07 Neo 来移动，我的双脚仿佛不存在一样，就连床也不需要。
一款好的人体工学椅，它除了让你坐得舒适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调整你的坐姿，让身体靠在对的位置上面。那经过我的反复测试啊 ，iRock T 0 7它的整体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棒。我第一次选择这种泡棉坐垫啊，必须说坐起来真的非常舒适，是一般网布类所无法比拟的。平常有时候会穿的内裤在这边工作或直播，长期久坐也不会让我觉得屁股刺刺或者是痒痒的，坐起来的感觉很像是坐在沙发或者坐在床上面，很棒。再来就是它这个5D 曲面扶手，这个弧形的设计，我觉得非常贴心，让我的手靠在上面的时候不会晃来晃去或是滑来滑去，一直放在对的位置上面。这个设计我觉得给它大大的加分。再来就是它这个整体的椅子的功能可调性非常多，可以适合各种身形的使用者。那最后就是我们讲到 CP 值嘛，它的这个价格区间啊，10000元出头，跟同层级比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经济实惠的。10000元左右的价格区间，那换来是非常高的 CP 值，非常推荐大家去实体门市亲自体验看看。好了，我是丁丁，这支 T 07 Neo 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次再会喽，大家拜拜。